我自己二十几年前哦，第一次养的蠢种狗就是杜宾狗，那时候人家送我的时候就差不多一岁，那我有试着给他教一些简易的，因为那时候我的训犬就是很一般的、啊，我要练给他教那个侧躺哦，哇，那杜宾狗跟其他的狗不一样，它的反抗特别厉害。你看看它，我用强迫的给你看，很困难哦。他就死不，你用诱导的也没有办法，他就会，你要给他稍微压下去，他就反抗。有的狗这样，他就用黄金啦、狼犬都很容易哦。你看，很困难的、啊。那我一定要用比较强迫的方式。那现在因为他体型太大了，力气太大哦，这可能要两个人来弄比较好。所以这个侧躺的训练哦，暂时没有教他。你注意看这种杜宾狗哦，他平常在自己休息的时候哦，他也很少侧躺或肚子翻起来，没有，他这种很警觉哦，他不会去做那种姿势。